我是阿慧，我们来聊聊夏天这个话题。那么夏天马上就要来了，各位小女生，你是否担心小肉偶要露出来，短袖短裙短裤还要暴露在阳光之下，去沙滩海边玩？这时候你下定了决心减肥，先给我瘦十斤，想拥有或不像样暴露身材，在接下来一个月时间，你就是这样子的。可乐、巧克力、火锅、奶茶、薯片、爆米花、冰淇淋，这些都不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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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的不吃。那么我只喝水，过一个星期运动10分钟，休息1小时，但是没有食物就等于我失去灵魂，这也是寂寞的，是吗？本来就想吃一点，后来就吃饱了，满满的罪恶感啊！说真的，大家对自己身材自信一点，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呢？暂且来说，你要问裤子和衣服，你们怎么瘦了？休息1小时。